jungle. Audio Jungle. 中共官媒罕见披露，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命黑老大刘汉照顾其子，作为回报，周氏父子助刘将其商业对手元宝井三兄弟 LDQUO 灭门 RDQUO。 此外，周永康之子周斌也卷入陕西千亿矿权案。据中共央视网1月26日披露，四川前富商刘汉涉足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坐拥至少400亿资产。刘汉曾被列为公安机关查处名单，随后其不仅从名单上消失，并迅速建立了矿业帝国、资本帝国。这一切只因在2001年他攀上了 Google 贵人 RDQUO 周斌。报道称，2001年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到四川寻找项目，已经调任北京公安部长的周永康亲自打电话给四川前富商刘汉，要照顾好周斌。刘汉涉足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坐拥资产约400亿。刘组建团伙，购买枪支弹药，用暴力恐吓扫除生意场上的障碍。在其老家广汉，很多人提起刘汉都称其黑老大。刘汉曾被列为公安机关查处名单，因他与周永康的关系不仅从名单上消失，更以账官黑勾结迅速做大，建立了矿业帝国、资本帝国。周斌在四川看上了一处风景区，但开发难度大，到处寻找项目。当时已由四川省委书记调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亲自打电话告诉刘汉 LDQUO 要照顾好周斌。于是刘汉以近2000莫元的价格收购了这个锦价直击百墨的旅游项目。作为回报，周斌帮助刘汉将刘汉的竞争对手 LDQUO 灭门 RDQUO。 1994年到1997年，刘汉在期货市场上炒作大豆、钢材，与大连的老板袁宝井结下了仇。袁的下属辽阳市公安局刑警队袁队长汪兴雇穷枪杀刘汉未能成功，随后袁氏兄弟被抓捕。借助周斌的父亲周永康的势力，刘汉得以公权私用，官报私仇。2006年袁宝井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袁宝奇、袁宝森，三人被立即执行死刑。另一个堂弟袁宝福被判死缓，一人买凶杀人未果，兄弟三人被问罪 LDQUO 灭门 RDQUO。 刘汉集团从此更加无法无天。在公开的资料上，这个团伙至少已经背了9条人命，重伤过15人。2013年3月13日刘汉被抓，2014年2月，刘汉等36人涉黑案被提起公诉。2015年2月，刘汉、刘伟等5人被执行死刑。2013年9月，周斌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软禁的消息传出。此外，周永康之子周斌也卷入陕西千亿矿权案，该案历时12年，于2017年12月16日在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胜诉方是2006年提起诉讼的原告 LDQUO 开奇来能源投资公司 RDQUO， 败诉方是被告 LDQUO 西刊院 RDQUO， 西安的制矿产刊查开发院，陕西省直属市业单位陈思敏在周永康旧案内幕曝光令谁紧张一文中指出，日口西刊院日口今年首次出现腐败报道是在2014年4月期间，官媒以 LDQUO 你懂得 RDQUO 的方式密集报道所谓的欧洲性商人耳口，神通广大助民企拿下陕西榆林靖边煤田套利百亿，周姓商人及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而 LDQUO 西刊院 RDQUO 是该交易涉及煤田的普查机构。香港明报1月25日的评论文章指，北京的任何大动作都有政治目的。习近平当年通过查处四川刘汉的黑社会组织案，打击了与刘有往来的周永康。习今年这次扫黑显然也见有所指。文章分析，各地地方势力似是被针对的对象，
反腐矛头正向现实官员延伸。港媒《东方日报》评论称，习近平称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中共政法系将成为今年反腐重点区域，一批大案要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阿波罗网林一宗。